人与鸟原来可以互通心曲，比如悠扬的哨声就经常能奏效。捕捉机警的中韶玉是环志工作的最大挑战。国家公园局请来中国的捕鸟专家，由他使出看家本领吹竹哨来吸引水鸟。猎人出生的金伟国能够模仿30种鸟鸣声，通过模仿鸟儿的叫声把它们引到所设置的网边，再捕捉它们。每个品种的鸟叫声是两样的，中韶玉的话我猜中韶玉的声音，青角鹬的吹青角鹬的声音，这回他们在双溪部落湿地保护区和乌民岛进行10天的环志工作。我这个抓鸟人工就3根竹竿，2根是长一点，1根是短一点。那呢，我用一根绳子跟两根竹竿把这个网撑开，平在你一个棉缆，那呢我弄根绳子拉起来，那么往个边上那放几个像家鸟，捕捉中韶玉是李作为和团队的首要目标。安装在鸟儿身上的仪器不可超过体重的3%。科研组使用的卫星追踪仪有2种。这种重达9.5克的，一定要锁定体重达300克以上的鸟类。在双溪部落的中韶玉就是他们的目标。就在老金边上，老金是看着。I think the bird has passed the net。现在老金是要往米夏那边翻网是吧？对不对？第一天在乌民岛进行的环志工作，他们成功的捕捉到一只可以系上卫星追踪仪的中韶玉。Check again。4月份到了，距离候鸟返回繁殖地的日子越来越近，还有5个卫星追踪仪没派上用场，环志工作因此继续在乌民岛进行。团队得预先做观测，了解鸟况。在这次的观测中，他们看到代号16和192只中韶玉。他们在不久前带上卫星追踪仪，2只中韶玉看来健康良好，很享受湿地开阔宁静的环境。晨曦映照下的乌民岛湿地，
丰富的物种涌动着蓬勃的生命力。这里本应是迁徙候鸟喜欢逗留的乐土，但科研组却有些失望。今天是他们在这个季度最后一次环制工作，原本希望多捉几只鸟，把剩余的五只卫星追踪仪都装上，但是却事与愿违。这个加瓦地区是鸟类取食的地方，设网的话呢，就是涉及到潮涨潮落很快速，所以呢，就我们以往使用的这个迷网就比较困难一点。经过一季度的环制工作，科研组成功放上十多个卫星追踪仪，有些鸟儿开始迁徙。李作为最希望这一个月内能够掌握多些鸟类迁徙的途径。色长蛙湿地就在乌敏岛的东侧，这片湿地只有100公顷，却有六种生态系统同时在这里繁衍。这里原本规划为填土地带，多亏热爱自然人士的极力争取，最终保留了湿地。早在1992年，政府原打算在这里填土，并在2001年底动工建立军事训练用地。2001年初，一群爱好大自然的研究者来到湿地，看到大退潮之后丰富的海洋生态，他们惊讶无比。Sean Lam 博士是其中一位，当时身为新加坡自然学会副会长，对于色爪蛙湿地即将被填土，他深深觉得可惜。There was also this broad-based support for its protection, and not just from the nature communities, but it was academics, mainly from NUS. Public support from ordinary people who went there and got excited and thought, yes, we would like to see this place saved. 政府听到了民众的声音，看到了丰富的生态值得保留。2002年，国家发展部宣布填土工程展延，色爪蛙于是登上了自然湿地的舞台。乌敏岛一直是自然学会环保义工关爱的土地，他们很早以前就在岛上开始了观鸟活动，还定期到色爪蛙做候鸟普查。What we can see here are whimbrels, lesser sand plovers, grey plovers, bar-tail godwits. We saw three this morning.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at this time of the year is the birds are already assuming their breeding plumage, getting ready to go back to their breeding sites, locations to start to breed and start the new cycle. 候鸟的迁徙一直是科学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迁徙候鸟有着很强的识图定向的能力。候鸟的迁徙呢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这个过程，通常呢它们遇到很多困难，有一些呢是天然因素了，比如说遇到恶劣天气、刮风、大雨、冰雹，还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天敌，这些一些猛禽呢。其他的野生动物啊，可能把它当成食物来取食了，候鸟的迁徙呢就会受到中断，甚至呢失败。
候鸟迁徙也受到人为干扰。这些年来，鸟儿飞过的地区，海岸滩涂开发为商业用途，水鸟的栖息地相应减少。工业污染也造成滩涂的食物匮乏，因此追踪候鸟存在不确定因素。候鸟的迁徙是一个跨区域的长途飞行。2018年12月，候鸟已经南来，李作为也在追踪它们的迁徙路线。他所追踪的15只恒玉类水鸟当中，只有11只进行迁徙，收到信号的只有9只。代号 F3 的金斑恒是在2017年10月16号带上追踪仪。他在隔年4月2号离开新加坡，3天内飞行2057公里到达越南，停歇25天后，再继续飞往中国江西的鄱阳湖。2周后续程到俄罗斯地区。6月4号抵达北部繁殖地。64天的单程飞行共8788公里。金斑恒是最擅长飞行的鸟类之一。这个鸟呢，它在繁殖地失去了信号，但是，有趣的是呢，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呢，在野外观测到这只鸟，它呢还是成功的飞回到了新加坡，只是说它的那个卫星追踪仪啊脱落了，对，还是蛮成功的一个追踪了，对。代号 A00 的红角玉是在2018年2月9号还至的。他在4月16号开始迁徙，飞到1495公里的泰国湾，停留将近1个月，再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中国境内青藏高原繁殖地。在繁殖地停留3个多月，又启程回返新加坡。途中经过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柔佛州，11月2号再回到新加坡。他在200天内往返全程8650公里。钟韶玉也是鸟类中的旅行家，代号17的钟韶玉在2017年10月16号还至。隔年的4月22号出发，只飞4天，3029公里，在中国福建沿海停歇，再飞北朝鲜。停留19天后，才飞到俄罗斯远东繁殖地，在繁殖地逗留2个多月后，开始南迁。途中经过中国吉林省、海南岛，在10月2号回到新加坡。在163天的迁徙路线，17飞了16759公里。双溪部落湿地保护区在2003年获得亚细安遗产公园的殊荣，并在2018年欢庆25周年。来自英国的退休银行家 Richard Hill 参与盛会，他对双溪部落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因为他是发现这个地方的其中一人。1986年，他为了观鸟，无意中闯入这个候鸟天堂。And I drove across the Cramji Dam, which was quite new then, and came down a side road, sort of bumpy earth track. And eventually, I came to the Sungai Buloh, the river,
And it was a little kampong, about 4 or 5 houses as far as I remember. And I couldn't get across the river. But just at that moment, I must have been lucky with the tide or something, because some wading birds flew up the river, or from the sea, and they went over the bund, just where I was, opposite where I was standing. 这一带原来是红树林和沼泽地，也有椰林、果园，还有鱼池和虾池。当时政府计划把一部分地区发展高科技农业。Richard 联合新加坡自然学会一组人向政府提呈建议书，希望把318公顷的土地保留下来。然而，只有87公顷的土地被划为双溪部落自然公园，并在1993年落成。Subarat 是一名自然主义者，当年他也曾参与争取保留双溪部落。You've seen all of these guys today, right? We saw the grey heron, we saw the little egrets. 他也是导览员，时常带领公众到这里认识生态。多年来，他都在关注双溪部落的发展。It'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lace because of a certain number of birds coming in. And we try and do that every year with a lot of volunteers and people doing not only catching birds and banding them, but also observation of the birds itself. Bird's 2016年开放的克兰芝湿地占地 56.8 公顷，是本地最大的淡水生态系统。克兰芝河口水坝在1972年建成，因为这一带地势低洼，流水到这里形成一片湿地。新加坡自然学会会员从1980年代就在这里从事环保工作，候鸟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学会也协助国家公园局管理这片湿地。林金泉有40年的观鸟经验，他每个月都会到这里做鸟类普查。How birds migrate? I think that's a question that scientists are still pondering. You know, how do they do it?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Some say based on the sun. Some say bird migrate based on stars. Some say based on the geographic, you know, the landmark on the ground. What we are seeing here is a pair of snipe. So snipe is a family of waders, migratory birds. So in those days, you know, these are game birds where, you know, those people.They'll shoot them with a gun. It's a sport, basically, because snipes fly very fast, sometimes quite erratic. So it takes great skill to shoot them.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it was used as a game bird, so-called. 新加坡自然学会也到距离双溪部落三公里的万里红树林和滩涂做鸟类普查。他们在2012年的湿地调查报告显示，这一片滩涂曾经有过21个品种，共2025只水鸟生活的记录。在那个原野那里，这个叫做苏埃潘索的河口，有大概30只这个中勺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候鸟栖息地。就我们今天有看了大概有35种鸟类，就包括啊本地鸟，还有一些就是候鸟。候鸟呢，有一些很多是水鸟来的，不过今天的数量是比较少了一点点。
退潮的时候就有这个滩涂啊，就给这些水鸟觅食。一些食物就是有一些贝壳，一些小虫啊，一些小虾、小螃蟹。涨潮的时候呢，水鸟就没有地方去，它就会飞去双溪部落休息。政府看到了万里红树林滩涂和双溪部落的互补关系，在2008年宣布把68公顷的土地列入自然保护区，并且在2022年开放给公众。候鸟的迁徙年复一年，飞行万里来了又回，只为生存温饱繁衍后代。新加坡人是幸运的，在生存温饱之余，还能在一方小岛的乡土观赏到物种极其丰富的湿地候鸟。本地有越来越多人关注生态，欣赏大自然，不少人还成为发烧友，掀起了观鸟和摄影的热潮。